官人所测之字，贫道不敢直言。你的道人分明是骗人吗？你刚才讲了一千解释，怎么现在又说不出来了？ 师父，尽管讲，本官不会怪罪你。贫道并非为图钱财，只是这个字干系重大呀。师父。 请讲，大人，你看这个“皇”字，左边一个“新”字，右边一个“皇”字，这分明是说，大人预谋王位呀。吉凶如何？ 这个字对大人吉不吉利？惶就是惶恐的意思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有此心，何成大业？只有收敛此心，才有生路啊！请师父再做明示。请大人再测一次。 此字表明大人正身处十字交叉路口，必须谨慎行事。你看，这个十字上无天道，下无人道，却这上下两道不为王字啊！依你所示，此事无成。大人莫怒，这十字表意想要成就大业。 需再忍十数年，才可望成。丞相，那道人他都讲了些什么？ 王黄吧，在，去把念干掉，此人不可留。是。嗯，啊？哎，道人怎么不见了？是啊。看来，那道人有些来历呀。那道人，他可提到丞相的宏图伟业？ 再也不要提什么宏图伟业。从今往后，我要深居简出，对妙庄王百依百顺，勤于国政，忠心王室。难道此事不成？从今往后，谁也不能言及此事，否则我就立刻杀了他。回府，回府，走。 驾！哎，驾上！驾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啊，跟上！快点，驾，驾，驾，快跟上！
你傻呆呆的想什么呢？小哥，你看，嗯，嗨，我当时什么好看的？原来是两个小东西在打架。哎呀，你看他们打得可凶呢，我用炒棍子轻轻地将它分开，你看他们分不开。你看，咬在一块了。那你看，他们已经咬死那么多蚂蚁了。你这么轻轻的一拨，他们不疼不痒的，怎么会怕呢？来，你看我的。哎，不能，这么粗的枝子会伤他们身体的。嗨，谁让他们打架呢？不给他们点厉害，他们是不会怕的。不，我不分开他们是怕他们受伤，可你这样不等于伤害他们吗？你倒菩萨心肠，看你急的。嗯，那你想办法吧。我正在想办法。嗯，你想吧，我躺一会儿。小哥，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打架呢？这些小东西不是一波呗？你看，人不也一样吗？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，这伙人打那伙人。人和人，国和国，为什么要打架呢？争东西呗。你看，你争我抢，你有的东西我没有，就抢你的，这不就打起来了吗？你说蚂蚱咬架也是为了争东西？肯定的，准是争吃的。哎，我有办法了。哎，你想出什么好办法了？小哥，你看他们不打了，都各自分东西了。哎呀，你可真聪明，这些东西够他们抢一阵了，他们不会再打架了。咱们走吧，来，走啊！哎哎，别踩着！嗨，来，嘿，踩了这么多东西啊，有蘑菇，还有野菜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别动，这爹让我给娘采的草药。哎，哎呀，爹呀，就相信你。哎，好，回来了，来，快放下，快放下。哎，哎呀，来来，家里这两天柴够烧的了，你看你们怎么又这么多？攒些柴，过两天下地干活就顾不上了。嗯，哎呀，来，苗山，来，你看看，脸上这么多汗，来，擦一下。哎，没事，你不累。哎，饭在锅里热着呢，你们快去吃吧。哎，走吧。啊，哎，慢点。哦，爹，是不是这个草药？哦，对，对呀，哈，快去吃饭吧。哎，哎，苦了孩子们了。娘，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娘，饭菜坐下歇歇。锅里呢？来，你们快去吃。我们自己来吧，娘，你坐下吧，啊，来坐。以后我学做饭。你能做饭？嗯，哎，九年前呀，娘得了这场大病，做了这个病根儿，整天病病殃殃的。这九岁的孩子啊，要是在有钱的大户家里，还赖在娘的身边撒娇呢。可我这妙善，却要干这么活。娘，我自己来。快去吃饭吧。去吃饭。娘，我们去了。去吧。哎，啊，打中了，打中了。哎，不行吧？哎，哎，娘。
你输了，怎么不写狗牌呀？你呀，刚才耍赖，你看你都过线了。我什么时候耍赖了？就是你没本事嘛。你说我没本事，我偏要赢给你看。来，让开。哟，这玉镯这么漂亮，哪来的？我的，不给你看。我偏要看。谁给你的？母后给我的。好啊，这么好的玉镯，母后给了你，准是你跟母后要的。你这么小，要那么好的玉镯干什么？跟我换换。凭什么跟你换？我的东西，别人休想碰。嘿，我偏要。哎，给我。你干什么你？你干什么？给我，我给我的，就是不给你。给我，给你，给我，这是我的。给我，给我，不是你的吗？给我，这是没给我的，不是给你的，给我吧，我偏要。住手！这是母后给我的，不是给你的，住手！你。身为公主，打打闹闹，成何体统？母后，母后，他抢我的东西。嗯，母后，为什么那玉镯给他，不给我呀？妙音，你都16岁了，再过2年，就要为你招驸马了，还这么不懂事，真不像话。母后，你为什么偏向他呀？他小我大，我都快招驸马了，更应该好的给我吗？那玉镯虽好看，但玉质并非上品。为娘我是送给二公主玩的。为娘已经为你备好了一个上好玩玉制成的金镯，等招驸马的时候送给你啊。真的？母后怎么会骗你呢？母后，你偏心，好的留给他，次的给我。哼，我不要了。真不像话，都是你给宠的。我妙音，你不好好读书，整日玩耍，还与妹妹争打，下回让我碰到了，我绝不饶你。快去读书。两个公主都是这个样子，心中只顾着自己。或许再大些，招了驸马以后，会好些吧。自己家人都你争我斗，心里哪还有国之大家？谁让我没有儿子呢？只好寄希望于未来的驸马了。如果三公主她还……哎呀，我倒忘了，我还有些奏折没有批阅，我得赶快回去，我不能陪你了。没关系，陛下应以国事为重，臣妾只是心中烦闷，到花园散散步，就会好的。那我去了。嗯，陛下好走。爹娘，我下田耕地去了。哎，哥，等等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嗨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。我帮你嘛，帮你犁地，以后我自己就会犁地了。哎，妙善啊，你就别去了，你采的药啊，爹都配好了，你呀、啊，给你娘熬上，也好好陪陪你娘啊。今天爹啊，跟你小哥一块下地。爹，你怎么能行呢？爹怎么不行啊？爹干了一辈子农活啊。爹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。你的腿吃不住力，就不要去了吧。吃不住力也得练呢，
往年都是乡亲们帮着干，这总不是个常事儿。这回去啊，爹呀、啊，教教你，啊。爹，咱们走吧。好，走。爹，我也去嘛。哎，妙善呐、啊，听话，以后有的是活干。咱穷人呐、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苦活。今后啊，把家就交给妙善了。今后啊，你还要伺候娘，啊，熬药啊，做饭呐、啊，还有劈柴、挑水。挑水？这么远的路，你怎么能行啊？我能行。哦，嗯，好，我们妙善什么都能行，这个家呀、啊，当了一半了。去，快去下地去吧。好好，当心点啊。哎，走，妙善。把土盘拿来，今天啊守着娘，娘正好多教你几个字。嗯，我给你把药熬上。好，去吧。别人的爹娘都不识字，怎么我爹我娘都识字呢？你爷爷是郎中，给人家看病开方子都要写字，慢慢的你爹也就会了。娘呢，过去在宫里当差，十几年下来也就识了几个字了。什么叫宫里？宫里啊，就是王宫里啊，就是大王和娘娘住的地方。谁是大王和娘娘？你现在还小，等大了呢，娘再告诉你啊。来，娘教你啊。这个字呢，念人。娘，你教我的人字不是这样写的吗？这个是仁德的人，这个人呢是鸡狗人的人。都是人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嗯，人和人不一样。过去啊，娘在宫里听太傅讲过，这个人字呢是善良的意思，就是说人呐不能光想着自己，还要想着别人。你看这个人字是由两个人组成，上面呢这一小横是自己，下面这一长横是代表别人，就是说呢人应该想自己，但是更应该多想想别人，这就叫人。如果光为自己就不是人了。娘，我懂了，人和人不一样，只有做到人，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。人都要做到人。人人做到人呐，不容易。人往往是自私的。嗯，不，爹、娘、哥哥不都想着别人吗？咱家有难，乡亲们帮着咱家种地、送柴、送粮，这不都是做到人了吗？有些人呢，却是不仁的。我长大了，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告诉所有的人，让人人都能做到人，让人人都能成为一个人字，人人都一样，人人都做到人，对吗？好孩子。人人都做到人呐，这世道就有救了。哎，娘，药熬好了，我给你倒药去。娘，你先凉一凉，慢慢喝。我去给你提水去，等提完了水，你再叫我好吗？哎，不行，
你这么小，哪能一个人到西边去呢？等你哥哥回来再挑啊。爹都说我当一半家，家里的事儿我该练着做了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哪儿不能去？从小娘就不让我一人出去，总让爹和哥哥陪着我，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就是不能去。跟娘做饭去，走。哥，爹，吃饭了。哎，歇会儿吧。来，爹。哎，爹，来，你坐。慢点。哎，爹，擦擦汗。看看咱们妙善做的什么饭啊。野菜馍馍好香啊。啊，真香啊。又没水了，我去打点水去。不，还是我去吧。泉眼边路陡，让你哥去吧。啊，不，你别管，我去。那那你去吧。哎，吃饭了。哎，这风好怪。好，你先吃饭。我去迎迎妙善，啊！爹，我看还是我去吧。哦不，你歇着吧，下午还得你干活呢。我去看一看。嗯，那您注意点。好。老奶奶会让你看见的。走，再走，对。
山。还我妙善！你还我妙善！你这个妖婆！啊！丈悬崖摔下，怕早已气绝了。我爹怎么会摔下来的？你想想，你是怎么跌落山崖的？你爹为了救你迟了一步，也被那妖婆所害呀。老爷爷，我爹不能死，你一定要救活他。老爷爷求求你了。你真想救你爹吗？那我告诉你一个地方，此处千里之遥，名叫莲花山，山顶绝壁有朵金莲，不沾泥不染尘，你得到它就有办法救你爹了。孩子，你要记住，你只有得到它才能救你爹呀。老爷爷，告诉我怎么走，我一定去。啊，不过这一路山高水深，路远道险，你小小的年纪怕不容易，闹不好还会把你的命给丢了，你怕不怕？没救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那就试试吧，你爹的尸体由我来看护，百日之内你若能回来，你爹就有救了，过了百日怕就没希望了。此外，你一个人不行，还是让你兄长陪你一起去吧。爹，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嗯，娘，你回吧。回去吧，娘。一定要小心点儿。嗯。
站住！上哪儿去啊？我们去莲花山。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问你们，是不是想从这儿过去啊？嗯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拿钱来。怎么过路也要钱呢？小兔崽子少废话，拿钱。我没钱。嚯，小丫头片子嘴还硬啊，没钱。没钱行啊，干活顶，给咱们老爷上山砸石头去，砸够树了就放你们过去，怎么样？我们过路凭什么要白给你们干活？不愿干就滚回去。不理他，咱们走别的路。告诉你们，去莲花山只此一条路。哥，为了爹咱们干吧。干多少？一人嘛砸五车石头，两人十车，干完就放你们走，怎么样啊？我妹妹这么小，怎么砸得了五车呢？哼，小小也是人呐，按人头算，这是咱们老爷规定的。走。嗯，哎，快干快干，别偷懒。来，在这儿。给你们锤头，告诉你们，没干完活谁也别想跑，想溜，看见了没有？那儿，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哎，这帮强盗连孩子都不放过。妙善，你歇会儿吧。我不累。孩子，歇歇吧。大人。砸一天都累得直不起腰来，慢慢干吧啊。你们到山那边干什么去？非受这份罪。给爹找药。去哪儿找药？莲花山。莲花山？孩子，那地方去不得呀。为什么？哎，莲花山都只有此山，可谁也没见过。因为去莲花山呐，必须经过一个黑峡谷，那里到处是妖怪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孩子，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。啊，真的吗？可不是真的，没有人敢进那个黑峡谷。想不到这两个小兔崽子还挺能干的。好，滚吧。还行是吧？到那边看看去啊。孩子，嗯，你们还准备去莲花山送死啊？嗯，啊，你找不到药就救不了爹的命啊。哎，不能去，进去的人没一个能活得出来。不，我们一定要去，大叔。听大叔的话吧。啊，不，我们走，妙善，咱们走。大叔再见。我走了。孩子，也许是真的，你别去了。不，老爷爷让我去采金莲。哥，你在这等着，我自己去。那咱们还是一起去吧。
要是真的碰到鬼，你一定要拼命往回跑，我保护你。不，爹说过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等了多年，只等到这么小的两个人，哪儿够吃啊？多少年来没尝到人血味了，送上门来的肉能不吃吗？我们为救爹的命去莲花山采药的，你放过我们吧。救你爹的命？我们全是冤死鬼，专在这里索取人命，岂肯为救人命放掉你们？我们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冤死，应该找害死你们的人去索命。你敢教训鬼，你这是找死啊！我现在就活剥了你给吃掉。不许动我哥。剥他们的皮。对，剥皮。不许动他。你们两个小毛孩子，以为能挡住我们这些厉鬼吗？好，看你们还小，吃了也不过瘾。给你们一条活路，赶快回去吧。这俩小东西一定很嫩的。我们去莲花山给爹找药。走，我回去，快休想活命。让我过来，让我过来。来，让我回去。刘少，刘少，刘少，我吃了你。别跑啊！我不回去，我要去莲花山。你这个小丫头还嘴硬，来，给我举起来，抱住钉耙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你是救你爹的命，还是要你的命啊？我救我爹。看来他还真不怕死啊！我原以为这世人都是些贪生怕死、自私自利之徒啊！今天呢，你这个小毛孩子，让鬼也长了见识了。好，就放你一命。来吧。前面不远就是莲花山，快去找药。得到了金莲，不仅能够救了你爹，还能够啊，来超度我们的亡灵。找到了金莲也不救你们。找到金莲也能救你哥哥，恐怕你活不到莲花山。对，到莲花山，到莲花山。